在车里吧，只能。我想带他们去洗洗澡，但我害怕这些酒店都不让住。你好。你好，请说。啊，请问就是我有那个四只狗狗，我们能不能住这个酒店呀？四只狗狗，不得行，不得行，我住不了。走吧，开车走吧。好惨，带四个狗狗出来，就是住宿太难了。我就是我带了狗狗能进吗？不能。谢谢。行。不行，他们这一只狗都不让带，别说咱四只狗了。今天晚上我们睡车里好不好？咱们今天就睡这儿。比较艰苦了，我们要睡车里了，没有办法，他酒店现在不让入住。哎，好漂亮的晚霞！我只能先把他们三个锁在这个电缆上，我再去收拾。现在的天气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，我们今天睡车里。来吧，要睡车里了，今天。上车，李白和老黑抱在一块儿了，看到没？大晚上了，你在这护卫啥呀，老黑？你把李白都弄醒了，赶紧睡觉。他不知道又看到什么了，又觉得很危险。乖乖，一点了，现在是晚上的凌晨3点了，我的杜宾他还不睡觉，他不知道看到了牛还是什么东西，他一直在向窗口观望，然后在那呜呜呜的叫，太折磨了。天哪，你看老黑抱着李白在睡觉。现在是凌晨的3点半了，他们居然第一觉都睡醒了，然后跑到前面来了。敢不敢相信我凌晨3点，我现在要出去遛狗了。大型犬的精力是真的太旺盛了，应该是4点了，现在是。我要出门。可能是我们的狗太大了，要是我也不愿意，对不对？住宿好难呀，住宿好难。好冷，我的腿是不是红了？天哪，太冷了。